准备是什么？你这比你要在刚才来听你这事情，这再看看也是过来看，那底下都不定了，不仅学习嘛，哈。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肢体默剧表演者姚尚德以默剧出走的形式独自走中国，旅途上他遇到很多感人的事情和难忘的场景，是一趟很珍贵的心灵和自我探索之旅。今天很高兴邀请姚尚德来分享他的默剧和人生。尚德你好。 Hello， 慧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真的非常有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在影片里面的默剧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跟形式？那个其实是2011年，然后我通过云门舞集的一个流浪者计划，对，就到中国大陆去进行了3个月一个人的默剧出走的表演。那我走到了很多的一般居民生活的场域里面，然后跟居民互动。互动这件事很重要是吗？互动还蛮重要的，因为当你决定要离开原来剧场的空间的表演的形式的时候，你就变成必须要走入观众，然后观众他就会成为另外一种很重要的元素。所以我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你学那个婆婆在，那个是淘洗什么吗？他们在是云南大理，然后他在收成了那个玉米之后，他把它剥下来，然后那个玉米粒他在筛选，所以我就模仿他的动作在筛选，因为我觉得这个动作好美哦。除了这个动作之外，其实你后面还模仿了一个先生，他就是很闲适的坐在那里喝茶。我还蛮好奇的，为什么你们会特别想要在路上模仿别人？其实模仿对在户外进行默剧表演的时候是一个还蛮常做的事情。模仿呢，其实我自己从很多观众的反应看来，它会是让观众呢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自己。比如说有些观众他可能在看我表演的时候，然后带着很好奇的眼神这样看着我，对，然后我就突然间跟学习他很好奇的眼神也看着他。然后你知道他中间会有几秒钟他会恍然大悟说，啊，原来你在模仿我。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自己。对，当另外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他好像一个镜子反照着你，然后让你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另外一个分身。是，那看到分身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会让你嫣然一笑或者甚至噗嗤一笑。对，尤其是你不是透过镜子看到自己。所以尚德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默剧这个艺术？除了像我们刚刚说的模仿别人，我相信它是一个比这个还更宽广很多的艺术形式。默剧其实就是不说话，然后我们用很多的身体。那因为默剧它有一个层次是在模拟真实。对，比如说我眼前这杯水，我要去模拟喝水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想，我的手怎么样去拿，然后这个线条是怎么样，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舞台的演出，所以我们会加进很多的美感跟动作设计。所以我可能这杯水我要拿来喝的时候呢，我可以第一个层次的是这样子喝，我也可以加进美感跟动作设计让他有不同的心态出现。默剧的演员都需要像你这样画脸吗？我还蛮好奇的。这不是必须的。对，其实我自己学的默剧的系统就是不画脸的。我学的那个体系叫做肢体默剧。他不画脸，甚至他觉得Étienne de Coux是我们的祖师爷。是，然后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最理想最完美的默剧表演是脸呢不化妆，弄一个黑纱罩着，然后全裸演出。为什么这样是最完美的呢？因为他说把这个表情遮掉了，他觉得人的表情是全身上下最淫秽的地方。然后当你把这个表情去掉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肢体，最纯粹的那件事情，去掉了杂质。对。那当然因为社会规范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会穿一个小内裤啊之类的这样子。好，画那个脸是后来你自己再发展出来的吗？对，是我也是2011年的那一次在中国大陆的出走。一开始呢在上海表演，还想要留住自己原来的那一套肢体系统，肢体默剧的系统。可是你没有化妆在上海街头表演，不管你做什么，人家经过就说疯子啊，神经病啊。
啊，真的，对，他不了解那个是一个表演的状态，对对，因为我没有一个特别的清楚的标志，让人家知道这是一场表演，所以后来呢，我想了一下，还是来画个脸好，试试看，那没想到这个一试呢，就发现，其实画上一个脸谱，对，它就成为一个标志，人家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在表演的状态。哦，好，我们刚刚讲到因为云门的计划，所以你就一个人出走到中国大陆去演出。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默剧出走这个形式？默剧为什么一定要出走呢？2006年从法国回台湾之后就一直在小剧场做表演。那演到2010年的时候，其实自己也遇到一个瓶颈。就是你想要探讨的主题好像已经想不太到什么主题可以探讨了，然后你又觉得比如说像战争暴力这些事情好像离你真实生活又太远，所以我当我看到云门的那个计划的时候，我想说这也许是一个机会转换一下环境。对，当然因为云门也提供一笔钱，所以对我重要，当时的我来讲很重要，所以其实有点误打误撞的就想那试试看吧，就没想到这个一出走从上海一开始然后就这样子走下去了。比如说我遇到一个老太太，她看了我一段默剧的表演之后，她拄着拐杖走到我面前，她跟我说我知道这个叫做哑剧。我发现她20几年前在上海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小丑默剧之父马歇马索，他可能一辈子就看这两场默剧演出，而我竟然是在马歇马索之后。讲到上海啊，我们先聊一下你在上海的演出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好不好？因为刚刚先讲了一个头，你在上海从没有画脸到变成画脸，上海发生了什么事？上海其实很好玩，上海呢，我画上脸谱之后因为真的是一个大都市，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是选择了一个可能他们观光客会聚集的地方，类似外滩之类，南京路徒步区的商业区。对。然后我只是画一张脸，站在一个广场的中间，然后抬头看着远方大楼上有一个那个乔治克鲁尼的海报我只是这样子看。不出几秒，你旁边已经有很多人，就真的跟我们看到的一样，很多人。在你旁边看什么啊？人真的是盲目的，对，会跟着某一个人。对，然后后来就很多的当地的城管有点像公安这样子，对，他们就出现了，是，就从人群当中杀出来，然后跟我们讲说这里不能聚众啊。中国大陆对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敏感的，对，是，对。可是当时的我并不晓得他们是什么身份，我以为他们是。服务观光客的我想说服务观光客的怎么脾气还这么差我就跟他们玩一下子，他要拍我的肩膀我就躲下去，然后绕到他的背后拍拍他的肩膀是用默剧的形式，用默剧的形式，所以你的肢体格外的夸张优美。对对，跟他玩，结果发生什么事？他应该不能容许，我想不能容许，因为你就看到人群当中杀出更多的城管那是旁边有另外一个青年旅馆遇到的朋友，还跟我讲说快走快走，他们是城管。他跟我小以大意了之后，我才一路就是赶快跑往小巷子跑这样子。对，所以在上海的演出其实没有办法延续下去，是吗？跑到小巷子之后就遇到很多还蛮奇妙的事情。比如说我遇到一个老太太，她看了我一段默剧的表演之后，她拄着拐杖走到我面前，她跟我说。我知道这个叫做哑剧，就是我们所谓的默剧。他们叫哑剧。他说我已经20几年没有在上海看到了显然他的人生经验里面你唤起了那一段他的回忆。对，然后我后来在问他的时候我发现他20几年前在上海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小丑默剧之父马歇马索。然后当时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我心里想说哇，这个老太太她可能一辈子就看这两场默剧演出，而我竟然是在马歇马索之后与大师并列，何其荣幸。对对对对对，偷了大师的一点光这样其实除了大城市之外你也到很多偏乡去，对不对？对，那一次我其实走到像刚刚影片里面那个
玉米的那一个，它是在云南大理。嗯。然后我也离开了大理古镇，因为太多观光客了，我不喜欢。嗯。我就往他们的外面走。嗯。走到一个小村庄，几乎就只剩下老人跟小孩。嗯。我就在那边表演。它有一个很奇特的表演品质，对我来讲，嗯，像我有一段是在一个小狭小的巷子里面表演，嗯，然后也是一个老婆婆从巷子一头转进来的时候，就慢慢走，慢慢走。我想说，哎，表演给婆婆看好了，可是又想场域来一点不同的变化，我就把自己撑上去两道墙之中，然后。高高的这样子，就爬上去这样，撑着两道墙这样嘛，对。然后调皮的孩子啊，对，我想哎，来跟婆婆玩一玩，结果婆婆就走，就穿过我了，是从你的下面从我的下面穿过去了，就是他想说我老人家什么调皮的孩子没见过吗？对，那个很好玩，就是你也不需要去哗众取宠，对，然后。有一个很安静的品质就在停在那边，然后你看到婆婆往你的那个脚下穿过去的时候，哎，你就觉得好像人跟人的相处就这样，有时候就是萍水相逢，擦身而过。嗯，好，其实除了很欢乐的场景，当然也有比较内心深层的反思。嗯，不然你不需要踏上这段旅程。你会觉得在旅程上，你从刚开始出发到回来。我相信其实流浪者计划就是因为是一个人的旅程，在这个一个人的旅程当中，你有什么改变呢？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我出去的时候我身上是完全 只有云门给我的那一笔钱，户头里面只有云门给我的那一笔钱，然后真的很辛苦耶，你没有钱。对，没有钱，然后所以我只能拿着那笔钱每天斤斤计较，不能花什么花什么。可是呢，一开始旅行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反思。当然，那个反思一开始是很多的慌张跟不确定性。嗯，就是你不晓得这趟旅程结束之后，你怎么样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下一笔钱要在哪里？主要是物质上的担心。对，物质上的担心。然后走到中途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在四川成都，因为那趟旅行。我后来变成是早上就画着这张脸，嗯，然后这张脸谱就跟着我一整天。啊，真的吗？对，所以你其实是一整天都在表演状态，都在表演状态。这个其实还蛮耗费心神的。对，然后一直到晚上回青年旅馆的时候才卸掉。嗯，有时候像中午在吃饭的时候，你吃一吃，然后旁边有人看到你画这个妆，对，表示很好奇，哎，你在干嘛？你就马上又要表演状态啊。那个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修炼，一个练习。是，然后到一半的时候，四川成都那一次，就是我走在街头，天气很热，已经很累了。嗯。然后旁边很多人在观看你的时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我就倒在地上。嗯。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嗯。你做这些事情，你这趟默剧出走到底意义在哪里？嗯。这个东西它能够延续下去吗？对。我其实不确定的。嗯。所以。你那时候的状态是身心俱疲的倒在地上，对对，然后你不确定这个所谓的默剧出走这种表演形式是对的吗？它的意义在哪里？其实你不知道。然后身心俱疲倒在地上，那个妆一直刺着我的眼睛，因为已经妆开始糊掉了。对，可是观众呢，他们还是这样看着你。对，你一开始我会觉得哇，为什么还要一直这样子看着我？对。难道没有一点同情心吗？看我，可是我后来理解了观众，他们看到了你，有可能他们以为你还是在表演。是是。所以当你上了这个妆的时候，你必须要调整的是心里面的那个状态。嗯。所以你不可能就这样子擦掉它，然后不要了。我现在不是。对。嗯。我当下呢，我调试了一下，然后眼睛狠狠的闭，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很难过的眼泪跟那个妆把它流下来之后。然后睁开眼睛看着旁边的那些群众，然后给他们一个笑容，缓缓再站起来，再继续表演。那一个时刻，我知道自己的那种勇敢是具足的，然后我知道自己可以继续走下去。对，哎，你好厉害哦！你在那个一瞬之间找回了表演跟出走的初心吧？对。剩下的旅程包括我这几年在台湾默剧出走的一个
他定下来了一个很好的基调这样子。对。然后我做一个演出是，模拟一个家庭的其中一份子，他每天日常生活的动作，可是他可能吃饭啊，可吃到一半的时候就有无形的暴力去改变他的吃饭的动作啊，所以他后来连吃饭这件事情他都要用很大的力气，甚至到后来整个动作就被摧毁了。好，除了走中国的大山大水大城市之外，其实你也在台湾好多偏乡走过，台湾小角落这个计划，我很想知道你去台湾做了什么，看到哪一些人。我其实台湾第一次走的时候有一点走马看花，走马看花的意思是我发现我其实 不太认识自己的这片土地。哦，真的吗？对，有很多的什么卓兰啊、新竹琼林啊这些地方我根本从来都不知道。是，这些地名对我们来说其实有时候是陌生的。 对，所以那一年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有一点点想要借由默剧出走的这样的形式来认识一下这片土地。然后当然每一个地方我能够停留的时间就不多。对，但那一次呢很有趣，我们其实经费有限，可是我发现台湾人的连结力跟热情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怎么说？我常常啊就是在一个地方表演，即兴表演，表演完之后然后很多人来看嘛，我就问说，那请问你们在附近有没有便宜的那个民宿？然后居民跟那个观众都会跟我讲说，干嘛住民宿？来住我家。住我家是不是？对。所以我们那一趟旅行就是这个家住完之后他问我们，你要下一站要去哪里啊？我有朋友在那边，我帮你们联络啊。这是真的耶，就是一直这样子连接下去。所以隔一年2013年呢，我有一点想要继续发展这一条默剧出走路线，可是也不想要这样子蜻蜓点水的。我就选了3个城市，然后每个城市我待1个月到2个月，然后有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在花莲，我就跟原住民文化那个祭师文化做结合。我跟一个祭师阿嬷，她教我祭师的舞蹈，然后你教他默剧。我教他默剧。所以有一天早上呢，我们在阿嬷家呢，两个在 PK， 就是我教他默剧的动作，走路啊，然后阿嬷教我他的那一套祭师的舞蹈仪式的动作，连结在一起做了一个小小的作品。对，欸，你特别跟阿嬷有缘。跟阿嬷跟小朋友都很有缘。对。我知道前几年你也出现在一个很特别的场合，就是都更的第一现场，当年的士林王家他们家要被拆掉的那个现场，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那个时候在现场做了什么事？其实那一天呢要去就是人家邀请我去做表演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答应。因为第一个是我对这个议题我还不是这么清楚，是，对，所以当然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可是我跟我朋友讲说我想要到现场看看，我再做决定。是，看看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对，然后那一天我去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支持者，对，然后当然警方也在那边。你看到旁边几栋房子都已经被拆除了，然后就像那个突然间被破败的房子，其实一看到你已经有点惊心动魄了。对，你竟然可以看得到房子的剖面图，他家大概长怎样，规格什么你都看得出来。我想说以前这不是只有在玩具你知道翻开会看到的，怎么会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子活生生的看到。然后我就开始观察王家人，他们一直进进出出嘛。我看到了一个老奶奶。然后对，他们家奶奶，奶奶一直在外面走，一直在外面走，她很担心，因为这个家屋就有可能要被拆毁了。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她对所有的前来支援的那些民众，然后一直跟他们说谢谢的时候，我其实看到这一幕，让我决定好，我要上去表演。我想要说一些话，运用自己的身体。对，所以你表演了什么呢？我就到他们旁边那个已经被破败的那个3楼，然后我做一个演出是模拟一个家庭的其中一份子，他每天日常生活的动作，可是他可能吃饭啊，可吃到一半的时候就有无形的暴力去改变他的吃饭的动作。所以他后来连吃饭这件事情他
都要用很大的力气、嗯、甚至到后来整个动作就被摧毁了、嗯、然后这个无形的暴力从各个地方来，甚至把我强势要把它脱离那个三层楼剖面的房子、嗯、我抓着钢筋水泥，已经露出来钢筋水泥、嗯、整个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身体腾空在外面、嗯、对，那场演出结束之后我当然全身是伤，因为我只穿了一个小小的短裤这样子、嗯、我走下来然后看着王家人，我 那一刻很你说奇妙吗，也他好像是某个程度预知了他们之后将要面临的事情，而且他们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他的内心就是这样子一直被拉扯着，对，因为他其实在他的邻居都已经被拆掉了，那他根本我相信三餐或是日常正常生活都是在分裂的状态，所以你看那个老奶奶，她本来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可以想象她原来是一个就安居乐业，然后坐在她的椅子上、嗯、准备就享受她后就是天年的人、啊、最后呢那人生几个光年应该是开心的享受，对、嗯、她却要这样子就提心吊胆的，然后在外面走来走去，踱步、嗯、对、嗯、那家是我们最提供我们安全的所在、嗯、可是当这件事情在你面前，尤其是后来几天之后警方来拆除的时候、嗯、我当时人也在里面、嗯、你就看着那个墙面先有巨大的声音空空空、嗯、然后几乎是超乎写实的场景，那个墙就开始倒了，然后一个这么坚强守护着这一家人可能几十年的这个存在房子、嗯、就这样子在你面前摧毁、嗯、哇，我当时我说不出话来、嗯、对，然后我看王家的小儿子他跟我们在一起，他到后来其实我想对他的震撼很大、嗯、他是瘫坐在自己的床上，嗯，所以总结的来说，你觉得默剧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默剧一开始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在想象的世界，因为它在创造想象力。对，对，它是无实物的，凭空的，对，凭空的。对。可是慢慢的借由默剧出走，它反而跳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反而不是凭空的，不是玄虚的、嗯，我必须要接触人群，嗯，我必须去感觉人身体的温度，嗯，然后。你说把笑容带给民众、嗯、或者从民众当中得到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养分，对、嗯、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尚德来跟我们分享你的默剧，我们也很期待你再到台湾各处偏乡城市去演出，然后带给我们更多很心灵交流的时刻，谢谢谢谢你，谢谢。